嬴政多次派人到燕王那儿要你，想必是留恋你的琴声吧。秦国是厉害，婊子都这么大排场。你敢侮辱本朝公主，我的聘妻，先捞这个。一个会咬人的疯子，只会借五音护耳、五色乱木的伎俩，成何体统？统一文字后，我将写下的第一道诏命是，任命高渐离为秦国大乐府令。臣还是分不清大王的戏言与诏命。因为你的音乐中没有杀戮，没有血腥，它可以使我摆脱恐惧。可以助我感召人心。大王为何非要杀人才能治国？你为何非要有闲才能操琴？